跑车时尚风加持，听歌也能那么 man。瞄准商务男性市场，英国音响大厂 Kev 跨界携手奢华设计品牌 Porsche Design 推出三款全新听歌利器，包括蓝牙喇叭、耳罩式耳机以及环境式蓝牙耳机，外形都是黑色调，搭配铝金属，阳刚味十足。无线蓝牙喇叭 Gravity One 续航力约10小时，外形乍看跟其他品牌差不多，但底部藏有玄机，两侧挖空的双翼设计，配置两个背对背的震动抵消低音辅助辐射器，可以消除音波震动，让播放歌曲不失真，还能当作应急用的行动电源。而耳罩式耳机 Space One 采用有线设计，具备主动抗噪功能，很适合搭飞机时使用，采用4号电池供电，续航力可以撑50个小时。另外环境式蓝牙耳机 Motion One 主打两用模式，无线连接听歌时可以撑10个小时，没电时就把耳机从环境耳机线拆下，接上一般线材变成有线耳机，但没有线控按键，实在有点不贴心。实测拿来听流行歌，三款音质都在水准之上，意外的是价格没想象中的高不可攀。动新闻型男荷包大师写报道。